系你好，我系汇丰银行啊，联系你噶，我姓陈噶。今个月我哋银行有翻个人工24倍嘅千数加现金分期计划，可以帮你降低供款压力同埋利息支出噶。请问你现时供紧边间机构嘅贷款啦，或者有冇想攞现金周转呢？你系真人嚟噶？我哋汇丰银行咧，利息最低做到0.18到1.8嘅，暂时唔需要交文件住噶。两个钟咧就有个初步方案俾到你，而且金额最高做到你人工24倍啊，唔系间间机构都做得到呢个效果噶。咁样点样啊？晚安，欢迎致电汇丰，广东话，我一字。Good evening， 本项提醒客户切勿向可疑来电者透露任何敏感个人或户口资料，你亦可考虑定期更换电话理财密码以保安全，请联络我们了解详情。如你需要报失卡，怀疑自己受骗或接到任何可疑来电、短信、电邮，我星字。我汇丰快捷加盟组，你好，我 N 姓周，请问有咩帮到你？系，帮我 check 下呢个电话系咪诈骗啊？系，请问挂电话号码？3850。系。0465。系，对方联系翻先生系自称汇丰边个部门？我之间有冇讲到？冇嘅，呢个我相信系一个电话录音形式，咁系自称一个叫陈小姐。自称是陈小姐，但她没有说到联系先生是即是关于哪方面联络你的，有没有？没有的，没有的，这个电话录音来的，她应该是那些所谓 AI 呢那种模式来的，即是不是真，即是真人大录音，不会跟你有什么交流对答那些来的。就啱啱啊，我看看记录下，稍等。好啊。你好，先生，多謝等候。我嘗試去查詢翻頭先提供嘅呢一個電話號碼3850465咧，暫時錄 K 唔到，係屬於匯豐嘅電話嚟嘅。即係你喺電話過程當中有冇透露任何個人資料嗰啲㗎？冇啊冇啊，因為依個係電話錄音嚟嘅，佢嗰個唔係真係真人打俾我嘅。明白，因為我而家暫時真係揾唔到呢個電話係屬於匯豐嘅個記錄，所以如果你冇透露到任何資料就可以啦。得，好，唔該曬你，係點稱呼你啊？我係 N 姓周嘅。好，唔該曬。係，好，多謝電話。好，拜拜。